喺受疫情影響之下啦，我哋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十分重視啦呢一個數碼化嘅學習啦，同埋一個網上學習嘅體驗嘅。我哋學校使命咧係使用優質嘅學習軟件啦，同埋一個專業嘅視訊設備，為每一位學生咧提供個高效互動嘅網課體驗。喺 4D 沉浸體驗空間裏邊咧，我哋有270度，再加埋咧地面融合式嘅投影設備，不同嘅感官刺激啦，咁啊包括係地面嘅震動啦、閃燈啦、冷風啦、暖風等等啦，令到小朋友有一個全新嘅體驗喺裏邊咧，有一個高效能嘅學習嘅。網上學習遇到嘅難處咧，就係老師咧佢嘅電腦啦、鏡頭啦，就係個內置鏡頭啦，同埋一個基本嘅音訊裝置，質素咧就好參差啦，咁令到個網上學習體驗咧，可能咧就未如理想嘅。喺混合實體課同埋網課之中啦，在線學生咧往往咧只能夠睇到老師嘅簡報，就睇唔到課室嘅上堂情況，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同老師嘅互動減少咗啦。請上我，咁我知道喺班房裏面都用咗 Jabra 嘅 cam 同埋個 speaker 啦。咁究竟呢兩件 product 點樣幫到你哋喺一個學習裏面咧？咁我哋就用咗 Jabra 嘅 PanaCast 100超高清 4K 全景嘅技術啦。咁因為佢個覆蓋咧係可以整個課室都睇到啊，咁所以咧真係增強咗嗰個師生嘅互動。我哋就用咗 Jabra 嘅750啦，咁因為佢咧嗰個收音嘅效果咧係相當之好嘅。咁我哋因為之前咧做網課嘅時候咧，嗰個收音效果咧係收得唔清嘅，而家咧就好好咁樣咧做咗一個嘅網課嘅效果出嚟。因應 COVID-19 啦，嚟到將嗰個六萬會轉咗做 virtual 啦，咁係點樣做到噶？我哋真係試過嘅，用舊式嘅鏡頭咧去拍嘅時候咧，其實唔能夠拍曬所有嘅老師咧同埋學生。咁我哋就用咗 Jabra PanaCast 啦，咁因為佢咧個全景模式咧就能夠覆蓋曬所有嘅老師啦，並且咧可以保持一個幾好嘅社交距離添。Jabra 嘅 product 咧就幫到我哋學校咧。其實達至了一個很高的創新教學的要求，尤其是在網課的時候，那個互動的體驗提高了很多。